你真的不要这个家了吗？支离破碎的家庭。局长，他们又去团建了。濒临崩溃的事业。一切都在计划之中。无处不在的敌人，他能带领大家走向胜利吗？他怎么了？这个月财政赤字又新高了。唉，没办法了，事到如今，只有让大家出去赚钱了。我相信他们能做得很好。终于，经过不懈的努力，我们的百亿在这里。卓雅，别忘了你可是我们最强的存在呀，都靠你了。半天你们都指望我一个人是吗？局长，背叛、荣耀、智慧、力量，一切的一切都靠你一个人了。旁边打工就不可能打工的，这辈子不可能打工的，还有。这是你们逼我的！I can do this all day.